自从我开始有深刻的记忆以来，就是阿妈跟爸爸就是一起出门做伴桌，觉得我的与生俱来的使命就是要做这一行。以前没有说真的有板的这个行业，对，过去是没有这个行业，就只是他说哦，我可以帮助家的，然后我说啊，你在做啥？我们不会说啊，我是中破塞，啊说啊，无啦，我蒙油汤的啦。